加一个小的，加一个小的。加点清水，加点猪膘，刚才那个稍微淡一点。十八个苹果吗？给您那拿那个。简单，补一下的。都是长锋用笔，这样长锋用笔，这个也是。这样的就好了。我的画高了，那个画高了，应该矮一点，两边高点，下面应该高点。现在是不是？找到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处，这里。长锋。小花苞，小点儿。太白，有点太白，勾着花蕾。先勾蕊丝，勾银币似的一点，长短，长短相互。
蕊丝可以密一点，蕊丝密一点。再放一点糖黄色，橙黄点花蕊，嗯，中锋硬笔。点蕾丝的末端，山茶花不需要画出三五成组，密实一点，调点浓墨，这个吸下来，吸吸水，吸吸水，包住它，山茶花的萼片是像鳞状，鳞状萼片。
还有一个小花苞，这小花苞也是这么勾，也得这么勾，包住它，包住它。三绿色，三绿，点三绿色，三绿色就用一点，三绿色就用一点。这是三绿色，三绿色，三绿色，中国画里边的实色，它可以盖，可以盖住。石色可以盖住，矿石的石色可以盖上。加叶片，藤黄加花青，这是花青，花青加藤黄，对成紫绿色。
笔尖上加点花青色，再加一点墨，加一点墨，好，画叶片。是中侧风，不是中侧风的，轻轻入底，轻轻的点下去，过来，别抬笔，从中间的处，从中间这块出风。哎，两笔，压下去，别离笔，别离笔。山茶花是后叶，格子叶，叫格子叶。一笔，两笔，三笔。
是你这个小，完了这边来一个大的，这叶子就画完了，画画那个什么叶脉，画叶脉。我这个还少洗画一个。叶脉按照你画的那个长相画叶脉，
这十加木，这十加墨，这要上，不要往下，不要往下下来，用鞋子上来。上走一点点，变得圆滑挺拔。小点，它这块再加个字儿，丰富一点。
加点水。
这个用浅的，用浅的再给它填充一些。基本上就完了，完事儿了，画完了。